十个月饼给他姥姥送去，顺便看看有啥活要干的。行，后场等我们回来包饺子。 快来买了啊！快来看了啊！星星早点送服装。红，妈去那边服装摊给你买套衣服。 你在这儿等着，乖乖，哪儿也别去啊！等妈妈回来啊。老板，这套多少钱？这套啊，这套60。60，太贵了。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你曾经买给个多少钱？那就30吧，要卖就卖，不卖我就去别人家去。40。就30吧。30，30就30。 闺女呢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，咱一眨眼没了，快去找找吧。小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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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何子，何子，何子，二哥，怎么了？啊？咱家小红呢？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咱小红丢了。刚才奶奶就在这儿待着，我们不累。这两天我们全体出动，找遍了全城的所有地方，也没发现你家小红的影子。我们又跑了全城的旅馆、招待所、小店，还真发现两个可疑的人，是犯牲口的，登记的住址是山西偏关。这是他们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。不过，他们要是人贩子，这名字和身份证肯定是假的。你急也没用，这事儿我们已经上报了县局，一有消息就通知你。狗日的人贩子！你们要是看见这个女孩，千万给我报个信，我谢谢你们了。大姐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复印，多少钱一张？一毛五一张，多印还可以便宜。我印200张，妹子，你看能不能按一毛一张给我？这是你女儿，唐老板，您看按一毛行吗？行吧。行，大姐，您坐下看会儿电视，我这就给您复印。欢迎收看《新闻联播》。以下请看今天节目的内容。据犯罪嫌疑人杨三毛交代，三年来共拐卖妇女儿童15名。据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最新统计显示，从2001年至今，大姐印好了，给你钱。好，谢谢。慢走啊您。笑啥嘞？啊！你看那脸，就像张飞一样黑。你看你的脸，我怎么？你看你的脸呢？你看你的脸呢？我有那么黑吗？一样，黑包公。真的？那可不定。据我们调查，杨三毛这一伙人在你们家那一带没有做过案。那麻烦您了。好，你把寻人启事先给我们留下，我们能了解一下，如果有消息和你马上联系，好吗？二哥。啊？公安局怎么说呀？
公安局说那几个人贩子没到咱家那一带做过案。那咱们去哪儿找去啊？我看报纸上说北方穷，拐卖妇女的多，南方有钱，拐卖儿童的多。我想咱今天就去南边找找。去南边？啊，走吧。那走吧，走吧。要不？不要了。花杆，花杆。啊？启事贴完了没？贴完了。赶紧吃饭，吃屎去吧你！你干嘛你啊？吃枪药了？你敢把咱小红扔在垃圾箱里？你看看你！吸烟也没有用嘛，都好几天了，有什么用吗？你个狗东西！你个狗东西！干嘛？狗东西！干什么？别看不见！找你！怎么回事？哎，快点！这大男人还欺负女的？哪有大男人欺负女的？干嘛？你们走什么？走！干嘛？就他打的，你看你们啊！就他打的女的。是他打的。不是。干嘛你们？你们干嘛你们？警察同志，他是我男人，这事儿不怪他，都怪我，是我的不对。是你老婆，你不这么打，我告诉你啊！二杆，行了，哎，你吃你的，你吃嘛？麻烦不麻烦你？让你吃就吃，我不饿。何总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要不明天咱回去吧。咋？你不想找了？我没说不想找啊，那谁说不想找了？我就觉得瞎子点灯白费蜡嘛。咋？你不想要咱小红了？那谁说不要了吗？我说不要了，你咋又急了？那你啥意思呀？有话你就痛痛快快说。咱都出来两年了嘛，再过两天又是8月15了，咱也得回去看看啊。二杆子，何子，主任，这儿有你家一封信，你俩慢慢看看。河南来的？不家收拾收拾，待会儿去我家吃饭，正好今天是8月15，等一会儿来啊。哎。天有眼，咱的小红有下落了。咋了嘛？再看看看看。你看，信上说这个叫王来的人说他看见咱们小红了，让咱带1000块钱去找他呢。不会有假吧？宁叫碰了别叫误了，反正我要去。
等会儿来。想想办法吧，想啥办法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看谁家还能借上啊？这些亲戚家。哎，为了找小红，大伙儿没少资助，还找人借。哎，我有办法了。能不能多抽点？已经400cc 血了，不要命了，这不是水。我听人说多喝几碗水就补起来了。胡说。何导，你一个人走，我还是不放心，要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。两个人去花销太大了，再说咱那家总不能没人管吧。你放心，我一个人准能把咱小红领回来。那你自己千万注意点。我们这儿有个人家领养了个小女孩，和这个挺像的。哎，你快领我去看看啊！行，不过咋往回弄我可不管，我还得在这歇成活呢。行行行，快走。看可以，你得歇付我钱。那不行，万一不是我闺女呢？你怕我骗你，我还怕你骗我呢。到时候认出你家孩子不付钱，我可拿你没办法。那就算了。哎，我先给你500，那500等见着我闺女再给行不？啊？行。那走吧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个厕所。旅客同志请注意，开往陕西柳泉市的506次列车就要开车了，请您抓紧时间进站检票上车。哎哎，票票票票，你票。这三个娃，几岁了？6岁。5岁。7岁。我的孩子，如有你的孩子，请出示小馆证明。没有我的孩子，
我是看着他们心里难受。我先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再回来看他们。这是我闺女的，她丢的时候就你在。闺女和你啥关系啊？我是他妈。啊？像，真像。嗯，我算找对人了。我知道这闺女的下落。你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，她在哪儿？哎，别，这大街上拉拉扯扯像什么？啊？送手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。激动也不能拉拉扯扯，别人看着啥样子？大哥，你不知道。我都找了他好几年了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求求你了。这说话也不方便，咱换个地方说说啊。走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告诉我吧，我闺女到底在哪儿呀？我还说不准那是不是你闺女呢，只不过。瞧那个照片挺像的。哎呀，大哥，我求求你快领我去吧，我都快急死了。急啥呀？离这儿远着呢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告诉我呀？我是在老家看着这女孩呢，我现在在这儿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呢。去年过节我回家，看见这女孩，当时正下着大雪，她衣服穿的也少，那小脸冻得青溜溜的。哎，我听我亲戚说呀，他是被村里一户人家买回来的，准备养大了给他傻儿子当媳妇儿。我看这女孩怪可怜的，就多看她几眼。这几天我正好看着你在街上贴那寻人启事，看着照片倒挺像这女孩的。大哥，我那小红还不到十岁呀，他们这是造孽呀。不说吧，我看这女孩也怪可怜的。说了吧，我也没良心。现在农村攒个钱买个媳妇儿也不容易。要真是你的闺女，那我等于拆散人家姻缘啊。大哥，我亏不了你，你咋也得领我去一趟呀。好，你先别哭啊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我还没吃饭，我先去吃口饭啊。大哥，我正好也没吃，我请你吧。咋能让你请？哎呀，没事儿。那走吧，你跟我一块儿吃啊。哎，大哥，你想吃点啥？哎呀，随便随便，什么大鱼大肉大虾都不要点啊，越简单越好。咋称呼呀？啊，人家都叫我大爪，你也这么叫吧。我姓赵，叫我盒子就行。啊。小姐，上两瓶啤酒。哎呀，你看，你这整的也太丰盛了吧？啊。吃顿便饭嘛，不就是？
你咋不吃？哦，其实我刚吃过，不饿。啊。我先去方便一下啊。现在这啤酒的质量也太差了，两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一泡尿就全尿出来。服务员，哎，别多要，喝不了了，顶多要两瓶啊。再来两瓶啤酒。大妹子，不是我不愿意领你去，这来来回回七八天的，我怕我那老板不准假呀。那我去跟你们老板说。你哪有那么大的面子？现在的老板都黑着心呢，只管挣钱，才不管别人的穷闲事儿。这咋能是穷闲事儿呢？要不，啊，我明天领你去，老板那儿我再想办法。不过，啊，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大妹子，你这一提钱，怪不好意思。本来吧，这是做了一件善事儿。你要不给你要钱，你觉得我骗你？这样吧，咱丑话说到头里，我看你也怪可怜的，就一千块钱，行吧？一千？哎呀，大哥，能不能再少一点呀？我这来来回回得误七八天工呢。再说，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，要是让人家知道了，非打断我的腿，一千块钱顶啥呀？啊？我真让人家打坏了，连看病都看不起。行，就一千。不过，要看到我闺女再给。那当然，看不见你闺女，我一分钱不要啊。哎，咱为了赶时间，我下午就想办法去通融老板，咱明天就走。明天？可我现在没有一千块。那。大哥，你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能凑够，一分也不会少。行，那我就再给你几天时间啊。这是我的船工号啊，你要是拿到钱就赶紧付我啊。我先走了啊。大哥，你走好。啊。这位大姐该结账了，多少钱？一共是一百一。一百一？算错了吧？我算错，你仔细看看，能不能少算一点？那走一百吧。抽吧，你的血不能抽，为啥？化验结果，你的血色素偏低，质量差。哎呀，那有啥呀，大夫？反正又没有病毒。我们要对病人负责，不行就是不行。钱，大哥，你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肯定能弄到。大哥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请你吃饭吧。不是我心狠，我也得养活老婆孩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
一个女人家确实也真不容易。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一个星期以后咱俩还在这儿见啊。大哥，你是个好人。大妹子，我这个广进这个活你干不上，这都是男同志干的下苦活呀。啊，我看你还是到别的地方找个钱所一点活干。大哥，大姐住宿吧。多少钱？我们这价钱可以商量。就这招待所，您住这儿吧。行，我去问问吧。哎，行。老板，来客人了。老板，住店。住一宿多少钱？最便宜的10块。能不能便宜点？5块行不？大姐。哟，欢迎欢迎。4号房。大哥，我们这儿的服务是第一流的。老板，5块行不行啊？啥？5块？住一宿5块行不行？我这从来没5块钱的价。老板，你看我没带那么多钱，反正你的床空着也是空着，就5块吧。那行吧，住16号。会写字不？啊，会。填仔细点啊。哎。总共300元，这是住宿费加提成。今天的生意还真不错。哎，我说你咋回事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住16号，你咋还不走啊？老板，我想在你们这儿当服务员，帮你们找客人。你？我们这儿不缺人，你走吧走吧啊。老板，你就行行好，让我干吧。我收拾收拾不比你们这儿的人差，不信你看看。那行，试试吧。我们这可是管住不管吃啊。哎。你就先住这儿吧。姐，你这个样子可不行。那儿有我的脸盆，好好洗洗。真没用，都3天了，我连一个客人也没找到。何子，带这位先生上楼吧，8号啊。让那小姐领我去吧。丽丽，送客人上楼吧。行。没完没了，真麻烦。
宿不？大哥住宿不？妹子，我咋就拉不来客人呢？大姐呀，这事儿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得了的。就你这打扮呀，土气。妹子，我是没办法呀，我闺女还等着我去救她呢。拿去救你女儿吧。不，我不能，我不能拿你的钱。要是嫌脏你就别拿。妹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这钱你挣的也不容易。救孩子要紧。亲妹子，这几天功夫，你从哪儿倒腾那么多钱？都问过几次了，给不了你钱，你把我卖了行了吧？给你烟。地方啊，这是旗杆镇，离咱要去的地方还30多里路呢。派出所在哪儿？你干嘛？咱办这事儿不得警察出面吗？你要找警察这事儿我就不管了，我大老远跑这儿我图个啥呀？大哥你别生气，我只不过说说，我依你还不行。三王牙，这是三王牙专门来接我的啊。那个哦对了，你是先去看闺女还是先去我家？当然先去看女孩了。那带我们去庙沟村一趟。那还有啥事弄？哎呀，去了去了也挺不容易的啊。大哥，求求你，你就去一趟，老子有急事儿呢。哎，走吧，上车。可以上车。先到我亲戚家歇会儿啊！来来来，这儿这儿，走。娘子，哎，来，梁姐来了。娘子，哎哎，来了。他二哥，二哥来了。你们坐下休息，我给你们去做饭。哎，大娘不用了。我想先去看看那个女孩。女孩。小女孩，哎，你先坐，先坐啊！来来来，你先坐啊！姑娘，喝水，哎、这水里放了红糖。哎，谢谢。咱们怎么跑人新房里来了？啊，在这歇会儿。你差点坏了咱的大事儿。你不知道，刚才那个男的叫杨子，是那个傻小子的本家兄弟。我刚才给他说了事儿，人家老不愿意了。哎呀，那他不会去给人家报信儿吧？我也这么想啊。不过，刚才我好说歹说，人家同意不去报信儿。他提出要500块钱。500？
我没带那么多钱呀。这样吧，我看你也怪可怜的，我就少要500，你把那500给杨子，把他的嘴堵上。哎，你先在这儿等会儿，一会儿我就带你去看那女娃啊！你先坐，先坐。等会儿啊！喝点，再喝点水。这红汤是中午才买的，我妈都没舍得喝一口，不喝了。大爪呢？大爪，谁是大爪？就刚才领我来的那个，他说是你家亲戚。哎，鬼才是他的亲戚呢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和黄丫早走了。3000块钱呢！你要不让我出去，我就跑死在这儿！哎，妹子，妹子，哎呀，妹子！哎呀，王八蛋！哎，妹子，哎呀，你不能砸，不能砸！出去！哎呦，你出去！好好好！我告诉你，知道是我的吗？这事闹成个啥了？姑娘，起来吃饭吧。老这样躺着会变成病来的。想开点。咱们女人活一辈子，经商营商，不如有个疼你的男人。我家杨子是个老实人，他懂得疼人。这个家以后由你来打。你说长短，杨子不敢抄袭；你说长白，杨子他不敢朝南。这地方虽苦，可人实在。村里村外没人敢欺负你。我也是他打从外面闹回来的，可没少哭过、闹过。现在让我离开，还舍不得。姑娘，起来吃饭，饭快凉了。Thank you.
快起来吧，起来吃去。这面条拖住就不好吃了。妹子，你可不能想不开啊！来，快起来，吃点饭。来，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这人不老实，我咋不老实？那天大壮亲口跟我说，他是你家亲戚，你为啥说不是？骗你不是人，他真的不是我家亲戚。那他姓啥叫啥，你总该知道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啥也不知道，就敢花钱让他给你买女人？你不怕他骗了你？有花鸭，花鸭是本地人吗？哎，你问这干啥？谁知道你这人咋样呢？被人贩子卖了，我就够伤心的了，再卖给个黑了心的，我这辈子还有啥活头？只要你安心的和我过日子，你就是天天打我耳光都行。哎，你咋还不走？你是我女人，我要和你一炕上睡。你想强迫我？不，只要你再不跑，我以后会疼你的。你还是出去吧，我总得适应适应。咋还不让你在？我看这女人也是个烈性子，杨子得慢慢摸，摸过来就好了。哎，杨子，咋还能挑到水啊？天天住这个秧上，咋就挑不到呀？昨天老婆忙把你折腾坏啊！杨子，得要慢慢的割，割快了别把泥板坏。找我不走了。别让娶媳妇头天晚上用绳子捆住过夜，可我可做不出那种事来。你就让我和你在一个炕上睡，我保证不动你。要不然村里头人都笑话我，我妈都难受，我也是连头也抬不起啊。哎呀，就算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。那你就别走了，不过你睡后炕，我睡前炕。行。今天我想去镇上一趟，买点东西。去吧。那好，我去村里给你找个伴陪你去吧。啊，不用了。
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迷了路，还是让杨子跟我去吧。那也好。你们这儿的山路可真难走。累了吧？累了，咱们歇一会儿。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哎，好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前年我们从弯儿娶回个媳妇儿，她给跑了俩次。我二怕她再跑，就把她的脚浆给割断了。你啥意思？你想拿这个吓唬我呀？没有没有，我是随便说说嘛。过日子哪能那样？我看你呀，就是安了那个心。哎，我要是安了那心，就让雷把我给劈死。我该是疼你了啊。你疼我？你以为我信呀？那天大爪到你家的时候，你一口一个二哥叫的多亲热，还说不知道他姓啥叫啥。你那不是脚丫子上吊哄鬼吗？我，他们不让我跟人说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叫秦铁果，家住白石镇。我真的不认识他们，是华阳告诉我的嘛。秦铁果告诉我，你家男人死了，你一个寡妇，怪可怜的。放屁！啥？放心，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啥不放心的？妈，你看盒子多会过日子呀，上了一趟镇只花了15块钱。我一眼看出盒子是个过日子的女人。今儿在镇上逛这一趟，累得我两个腿腕子疼。你看我这屁股撑的，坐下就起不来了。你们累了歇着啊。把你的挨过来。哎，好。你去找个绳子。找绳子干啥？让你找你就找。哎，好。箱子，你把我绑上。你这是干啥？让你绑你就绑，绑呀！你上来吧。你说啥？我说让你上来。妹子，虽说我是个光棍汉，半辈子没碰过个女人，可我不能这样做。要是做了，我就是个牲口。你有毛病！你花那么多钱买女人，到底是为了啥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是个有家的女人，我男人也没有死。2年前，我闺女被人贩子拐走了，我是为了找她，才没秦天国买到你们家。
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，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也要去找我的小红。别闹啊！别闹，我给你买东西吃啊！给你买东西吃啊！快听话，听话，听，听话啊！家人取得了联系，他父母正往这儿赶呢，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关于秦铁国的情况，我们尽快给白石镇派出所通报。好，乖，你爸妈一会儿就来接你了。阿姨，阿姨别哭。大壮。你个不得好死的人贩子，又上哪儿祸害人家？我惹不起你，我躲不起吗？行行，你松手，你别跟着我，神经病！你是不是想找死？你，你说对了，就是死我也要拉上你。你可别后悔啊！我不后悔，有啥可后悔的？你到底想咋样啊你啊！跟我去派出所。派出所那是我们家开的，还管不了我。那你倒是去呀！妈的！你就是变成蛆，我也要把你抠出来。
个死人贩子、臭人贩子、不要脸的人贩子，你不得好死你！出门让汽车碰死你，让火车碾死你！王八蛋，不要脸的人贩子！洗澡了。跟我进去一块洗个澡，咱俩来个鸳鸯浴啊！放开放开，这这这个病人，哎，可是大家，哎，快点，这几个不扔了。还不是东跑西颠的啊！来，赶紧给我准备盘花生米，一盘过油肉，一瓶啤酒，我饿坏了啊！啊，对，好好好，麻烦来。大姐，您吃点啥？就要一碗面。行，那多少钱？三块。服务员，结账。上哪儿啊？让开！哟，挺厉害的啊！看这架势，咱犯不着。全补，嗯，全补。大爷，你知道大爪家在哪儿吗？大爪？哦不，秦天国。你打听他干啥？他借了我的钱，我是来管他要账的。在过学社后面。他这号人，以后你最好跟他少打交道。
所长吧？啊，那就是。我要报案。哦，那好，来，屋里说吧。好，说吧，报甚案？人贩子拐卖我。情况都写在上面了。先坐。他现在就在家里，马所长，你快派人把他抓起来吧。不可能啊，老秦不会干这种事。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，要有一句假话，我就不得好死。前两天他还拐骗了内蒙东胜的一个小女孩，县车站派出所不是给你们通报过吗？啊，是打过电话。可是我们了解过，老秦最近没到什么地方去。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他就是烧成灰我都认不错。你以为这什么地方？办案是要靠证据的。我就是证据。那我咋能相信你的话？你说你被拐卖，你得拿出你被拐卖的证据。被拐卖就是被拐卖了，那我一个大活人不算证据啊。你把金天国抓来，我要跟他对质。你可真是不懂法。你以为这派出所有多大权力，能随随便便抓人？我告诉你说，这老秦可是我们镇上遵纪守法的模范证明。那你把他叫来。这倒可以。那咱现在就去，去晚了他就跑了。如果他确实犯了罪，他跑了也得把他抓回来。如果他没有犯罪，你说他跑个甚？哎，我是。啊，那哪行啊，啊，啊。你听我说，啊，那不行，一会儿我去找他啊。你再说。哦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啊，那就这样，啊。让人事，就能带你跳下来，跳下来呀！你凶什么凶你？你跳下来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这边撒野了啊？你可真行啊！追到家里来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就是钻到地缝里，我也能把你抠出来。咱俩也算老朋友了啊！来，进去说。进就进。坐坐坐坐。哎，我这里头可下的有毒药啊。我可真没见过你这种女人，你不就是缺钱吗？啊，你那500块钱。我给你，那你吃我的饭呢？也给我吐出来。多少？我掏。第一次一条红烧鱼，一盘基围虾，一盘扣肉，一盘地三鲜，4瓶啤酒。第二次，一盘过油肉，一盘宫爆鸡丁，2瓶啤酒，一盒红塔山，一共是167。你记得还这么清楚啊？行行行，我给。那杨子那3000块钱呢？你管他作甚？他还没把你折腾够啊！你放你妈的屁！全是你害的。我也是看他怪可怜的，才给他介绍对象。这年头哪有不收费的营生？收费？你那挣的是丧尽天良的昧心钱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不和你一般见识，算我倒霉。杨子的钱我也给啊。
哎，用不用再给你点身体损失费啊？啊？呸！秦天国，这么多年你一共拐骗了多少女人，多少孩子？你要是把他们都送回家，我就不告了。哎，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，有你撒野，你是给脸不要脸，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个狗日的人贩子，我今天要不宰了你，我就不是人养的。你刚才私闯民宅，你现在是持刀行凶，你要犯了事儿，你孩子永远都找不回来。你们这是干什？老马，这女的疯了。走，都跟我到派出所。把刀拿过来。你，先到那屋去。你进这屋。不是说对峙吗？我要单独询问，你先进去吧。秦天国呢？他回去了。你咋把他放了？他怕你给告了。他告你私闯民宅、持刀行凶，这两条罪可不轻啊。我没有，是他先打我的。先别说谁先动手，可是动刀的是你啊，又是在他家里。马所长，那你都看见了，我咋行凶了？我没有看见倒好了。可是我偏偏就看到你拿刀的架势。你告他，他告你，告来告去，谁能落下个甚好啊？我看这事啊，就这么扯平算了。你身上没伤，脸上没疤，不缺胳膊不少腿，谁也不欠谁的。那不行，我不跟他扯平。我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，可他呢？他害了多少人？要是不治他的罪，他还会继续害人。他的心黑透了，可你比他的罪名重啊！那是人贩子都要被判刑的。山西阳高县的陈连生因拐卖妇女被判刑3年6个月，河北康德县的李广才因拐卖儿童被判刑5年，河南巩义县的林二航因拐卖妇女被判刑4年。就算他拐卖过你，可那得有证据才能判他的刑啊。可是你又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啊。据秦天国讲，是你让他给你介绍对象的，不存在拐卖问题。他胡说，马所长，他的话你也信呀？哎呀，也许你说的是真的，我也很同情你。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呐。你看，你告他，你没有证据；他告你呢，却有我这个目击证人。反正我不跟他扯平，他要告就让他告，判我的刑我也认。但是我告在先，他告在后，要判也得先判他，后判我。再说，你可以派你的人去庙沟村问一问，问问杨子是不是给了他3000块钱。那好吧，既然调解不成，那就只好立案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明天开始调查啊。不，我现在就要跟秦天国对峙。我已通知秦天国，在结案之前不准他离开白石镇。你放心好了，他跑不了。啊，既然我放他回去，我也放你回去。啊，你先住下。明天早上8点准时到派出所。
个女人出门在外怪可怜的。那出诊费谁出啊？我出呗，看她也不像有钱的主。昨天为两个店钱还和我砍价呢，要是她出了事儿，我这店就倒霉了。你怎么成这样了？你们把秦天国抓起来了吗？哎呀，你还是为这事儿？不抓秦天国，这事儿就没完。你看，这七八天都没有见你，我以为你回家了呢。那天呢，我把秦天国给弄来了，在这儿等着跟你对质，可是等了一天也没有见你。我病了，躺在床上爬不起来。马所长，药沟村你们去了吗？杨子找到了吗？去了，去了。这个杨子去外边打工，不知在甚地方。他妈妈呢，根本不承认，村子里边的人也不知道。反正秦天国这个事情啊，已经立案了，所里啊在积极调查，你不用着急啊。那你们啥时候才能弄清楚啊？这可说不准，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妇女告他，这没有线索取证困难呀。我这个大火证就在这儿，有啥困难的？哎呀，你以为这是百家家呀？啊，这是在办案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我还要办公呢。马所长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抓不抓秦天国？哎呀，你看你现在这个身体啊，都成这样了，你啊先回去好好养病啊。秦天国这个案子，所里正在积极调查。好好好，走吧走吧，啊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先回去先回去啊。马所长，你要是不抓秦天国，我就到县里找你们局长去。你这是威胁我呀？我不是威胁你。我就是想让你抓人贩子秦天国。行行行行行，只要他一回来，我就把他弄回来，啊，一定审出个子丑寅卯来，行了吧？大姐，你找谁呀？马所长是我的恩人，我来看看他。那你先进去坐吧。哎，嗨，你买这些干什么呀？我听说大姐身体不太好。也没什么，他在单位呢，还没回来。啊，他单位太忙，我没去找他，就到家里来了。你先坐吧，我外边熬着药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大姐，你坐着别动啊，我去。那就麻烦你了。药熬好了，快趁热喝吧。麻烦你了。你咋脸色也这么难看，大姐？两年前我闺女丢了，我为了找她，家不像个家，人不像个人，孩子没找着，我自己又被人贩子拐卖了，好容易才跑出来。马所长答应我要治人贩子的罪，你说我能不感激他吗？没想到你遭了这么多的罪。啊，快晌午了，大姐，我帮你做饭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等老马回来再说吧。大姐，你就让我帮你做吧。哎，那就帮我和点面吧。面在那头屋里呢。哎，我回来了。下班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感觉好点吗？还好着呢。马所长。哎呀，你怎么找到家里来？可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用不着这样啊，该咋办，我心里有数。来来来来，坐吧。哎，大姐身体不好，我帮着干点活有啥呀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哎，这女人真命苦，
孩子丢了，自己又被人贩子给拐卖了。你知道是谁把他卖了？谁？就你那杂孙妹夫秦天国。这玩意儿太晚了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多赢点啊。哎。马所长，马所长。咋了咋了？出甚事了？秦天国回来了。啊。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回来就好。那你快去找他呀。好吧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这是执行公务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啥事啊？上去。先生，你该满意了吧？你为啥不给他戴手铐？他现在只是个犯罪嫌疑人，我扭定罪，咋戴手铐？再过两天，就是8月15了。你也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该回去看看了。8月15。这瓜是咱们自己家种的，月饼呢，我找人打的，你尝，可甜呢。二杆，这两天我不在家，难为你了。赶紧吃吧，甜着呢。来，来吃月饼。那你吃着，我把院里的苞米拾掇拾掇。没女人的家，还真不叫我家。哎，你别洗了，刚回来好好歇歇吧。这些衣服我得连夜洗出来。过了明天，后天我还得走。啥？你还要走啊？咱小红没找着，我咋能不走呢？认命吧，盒子。那我们都找了3年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别找了，我们还很年轻嘛。不行，再生一个，没准还能生个男孩呢。我知道这几年苦了你了，可我的脾气你也知道。小红没找着，我是啥心思也没有。那这么说，你铁了心要找了是吧？嗯。你要走。你就得答应我个条件。你说吧，啥条件我都答应。
要走的话，咱们离婚吧。同志，我想看看秦天国。秦天国，我们这里不看押这个人。不看押着。啊。秦天国，你个狗日的人贩子！哟，老朋友，有本事。告我起来，快起来！我就是局长，快起来！被告人黄富在三年内拐卖妇女儿童八名，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240条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人黄富犯拐卖妇女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并处没收个人财产。被告人秦天国在4年内伙同他人拐卖妇女儿童11名，其行为以触犯刑律，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，且犯罪事变更严重。来犯的这个人，外乡的人，还会武功的。谁说的？那是关键在他卧底，这帮张张根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，你们俩吵得有完没完的？吵得我啥都听不见。判决如下：被告人秦天国犯拐卖妇女儿童罪。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宣判完毕。狗日的人贩子，你也有今天。